而在富里乡辖内最大的原住民族部落吉拉明代，在8月16号到20号将会举办部落伊犁新年祭。26号的上午，就由吉拉明代部落青年会长拉姆鲁嘎造博士与12位的部落勇士到富里乡公所来报信息，巴达古斯昭示部落丰年祭的到来，并且将部落传统文化以及祭典仪式传承下去。富里乡辖内最大的原住民部落吉拉米代在8月16号到20号举办部落丰年祭。16号上午，就由吉拉米代部落青年会长兰姆路嘎造博士与部落青年等12位到富里乡公所来报讯息，来告诉部落的丰年祭的到来，并且将部落传统文化及祭典仪式传承下去。他的丰年祭将至，特此来这边跟公所报讯息。以传言阿美族优良文化，以及表达我们对于公所的重视，和我们带了我们的信物，希望公所以及各部落可以在8月19号来吉拉米代跟我们共襄盛举。在报信息活动当中，由部落勇士献上象征性礼物，并且宣告部落丰年祭日期，邀请乡亲共襄盛举。而乡长江东城也回赠大猪腿2只、米酒2箱以及槟榔等丰年祭必备祭品，以示支持跟祝贺。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应该带的就是我们这个丰年祭的带各种的祭品哦，祝福啊，预祝啊，我们今年的不管是六畜啊还是五谷啊，都能够大丰收哈。我们族群啊，我们乡亲啊，都能够非常的平安，也预祝我们这一次的丰年祭啊，大家那个谁那个会场啊，整个非常的顺利。我也会通知相关的我们其他的部落，还有我们公所的人员，还有其他的乡亲啊，到我们吉拉明代的部落去给大家互相的参观一下，给大家打气一下，也看看一下我们文化的优良的文化的一个传承啊。江东城对于原住民族各项活动及祭典仪式非常重视及支持，对于这次报讯息仪式能够依照传统仪式及对阶级制度的教育更表认同，文化贵在代代传承向下扎根，尤其是现今各部落多为老弱妇人，更需要心血的注入。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